下来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。穆雪松，你没有办法预测他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，因为在他的逻辑里面，他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对的，其他一切的东西都不重要。倾国老师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演员，我记得有一场他去警局协助调查的一场戏，只要告诉我什么时候能领会他，他讲话的节奏也好，身体的状态也好，他都可以做出一种压迫感，整个气场就是很震撼。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供给与需求的关系，是你的人在外面乱说话，什么时候开始我要帮你解决你惹出来的麻烦事儿？新闻老师整个就是正气凛然的那个感觉，会让人家觉得害怕，可是其实他私底下非常的亲切。那你不动的时候呢，那个好多细节都看到。对啊，所以导演希望我不要动就有威严最后一句话讲完，那个眼神超级超棒。说太早了，老师不知道他会多大力哦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有人不惹我就睡。老师你还是不要太大力好了。他在演戏上面的强度很高，然后对自己角色的想法跟要求也非常的高。跟他对戏，完完全全感觉到穆雪松这个人物就在这个人的身体里面。第一次破格，哦，从那边开始啦。还有前面背比较熟。他在请我吃饭的那一场，我表现得还蛮无理的。你习惯见面前都查人底细吗？来，敬你一杯。不好意思啊，谢谢张。这有点不太礼貌吧？我给你磕个头。倾国老师诠释穆雪松这个角色，我觉得很像鲍，他平时是不动如山的，当他有那么一点点小动作的时候，其实那些动作都有他的意义存在，所以拍他的时候特别过瘾，你可以享受他每一个细节，没有东西他其实是多做的。只要你能拿出确切证据，我不但不回避，还奉陪。